看你这情商不等同你的智商，昨天咱俩刚在电梯里面被抓个现行，今天你就迫不及待连滚带爬从我屋里搬出去，那别人会怎么想？看来你这美国教育啊也强不到哪去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先待着，过阵子再说。 他是真的信任我吗？还是说想把我留在这里，以便于他监视查看？唐少林，是他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你也可以用糖砸我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